哎，就住在这个屯儿，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儿啊。你看屯子不咋大呀，有山有水有树林儿，邻里乡亲挺和睦，老少爷们更合群儿。屯子里边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儿，回想起那是特别的哏儿。朋友们若是有兴趣啊，我领你认识认识，哎，认识认识我们屯里的人儿。书记，其实呢，你们不了解谢广坤。这个谢广坤呐，咋说呢？他就是作，他就是整事儿。不管谢广坤是怎样，但是广坤有句话说的是对的：你一个村主任，就以这种态度给老百姓解决问题吗？不是书记，谢广坤他这人嘛……我不管谢广坤是什么人，我只知道他是象牙山的村民，而且是村民代表。村委会的成员跟村民发生这么尖锐的问题，甚至于水火不容，这还是什么精神文明村呢？我今天真后怕呀。考察团是没来，如果来了，让你考察什么？整不好不都得弄砸了吗？老徐啊，村委会是什么？可不是凌驾于群众之上的权力机关。村委会干部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。这次事情你们必须深刻地反省自己的错误，并且要向谢广坤做出真诚的道歉。那个我承认我工作失职。要我说话就说这个谢广坤呢，他属于是肝火旺盛，导致气那个就是气郁，就是有一口气儿他没上来，他堵这儿了。等回去我给他配两副药，然后给他调整调整，这口气儿上来就好了。官儿，这开会呢。啊，袁书记，这位是咱们村卫生所黄医生的徒弟郭二。现在住咱们村委会呢，村委会有点啥活啥的，他帮忙忙。你瞅郭医生啊，就是热心肠，乐于助人，咱们大家得向他学习。我特别想知道啊，就是领导们啥时候来呀？他讲啊，这次考察团跟以往的考察团不一样。嗯。人家说了，要看到一个真实的象牙山，所以不做临时通知。啊，那我明白了，就是也不告诉我们，就指不定啥时候就来了，就是要看到我们最真实的那一面，是吧？对，大教授是这个意思。因为我们是精神文明模范村嘛，无论考察团来不来，我们都要一样。袁书记、镇长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们呢一定会把村里的问题解决好的。小双啊，村干部的工作是最基层的工作，必须得做得扎扎实实，要让老百姓真真切切地体会得到，不要只做表面文章。遇到事情咱们要解决问题，不要把小事情变成大事故。村民的关系一定要妥善地处理好，同时我也相信你们能完成迎接考察团的各项工作。不管咋说，今天不应该打广坤呢。我也没想打他，当时那不是没控制住情绪吗？再者说了，也不是人的玩意儿，满嘴跑火车，大伙听着都笑话，我不拍他干啥？啊，忍无可忍了。哎呀，
这一管锹派上，太重了。对呀，我老公爹平时什么样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这一锹派上去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呢？出事咋的？出事啊？啊？他都说你啥话了啊？不拍他，不给他点教训，他不知道我的厉害。那还能跟他一般见识啊？广坤今天说的话确实难听点儿，但是今天拍的太重了。梦啊，别在这哭了，也别在这坐着了，赶紧回家看看去，看看他怎么样啊？去哪有这么作的呀？听话。哎呀，永强来了，快坐下。我不坐呀。那个，你爹现在怎么样了？那后背都拍肿了，再使点劲骨头都断了。啊。那你没带他上医院看看吗？这不没来得及呢吗？我合计问问咋回事儿。小梦到底咋回事啊？你来问我怎么回事儿？你怎么不回去问你爹怎么回事呢？那我爹是挨打的，我问他干啥呀？我这不问你呢吗？你爹血口喷人，知道不？那他是长辈的，那你有啥事儿你让让他呗。这么多年他啥样你不知道吗？你就忍忍呗。往哪儿忍呢？啊，你干啥来了你呀？不问清楚咋不来质问我们来了啊？你咋不回去问问你爹呢？用什么啊？当爹有个爹样吗？不该说的话满嘴跑火车，任意大伙笑话。他说啥话了？既然你来问这个事儿，你想听我就跟你学学。说咱家小萌跟白清明不清不楚的，这是当爹说的话吗？我拍他后背算便宜他，我脑瓜没给他开瓢，那就算便宜他了。我爹真这么说的？永强啊，你爹今天真这么说的。行了，小萌，你别哭了啊。你没弄清楚，你过来质问我们干什么呀？我不是不知道吗？行了，别哭了，爹，别生气了啊。我一合计就是我爹。永强啊，萌啊。你快跟他回去看看去啊，听妈话，行吗？你也别老掺和了，回去啥呀？回去，孩子空那样，你安慰安慰他。老刘头和我老丈人，他俩啥关系？你也清楚是吧？我知道，他俩不磕头的吗？是，他是我老丈人的大哥。不是，你老丈人不比他大吗？不是，他俩是按大小个拍的。啊，那他不比我老丈人个高吗？啊，你也知道，我是宋慧的姑爷，这种连带关系你不也知道吗？你倒知道，也没管那个，就是该开就开。话里有话呀，是吧？完了之后呢，为了讨好杜小双，把老刘开了，让老五进来，是不是这点事儿啊？邵小峰啊，你不要那么偏激。我让老五来上班，跟讨好杜小双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本身老刘头已经到这个年龄了，对吧？他就应该退休，对吧？我让老五进来，我作为一个总监，我这点权利没有吗？啊！再说一个，装啥呢？搁那块儿啊，道貌岸然的啊，装个人似的。你这不纯是以权谋私吗？讨好杜小双，还搁这还一脸仁义道德。装什么玩意儿啊你搁这块儿啊？哎呀，宋小峰，你是孙悟空啊？咋说变脸就变脸呢？啊，你整了半天，你搁这套我话呢？对呀，就套你的，怎么的？我是实事求是，我秉公办事，我完全是按照咱们三庄制度来办事。哎呦我啊，这老刘头他到退休年龄了，就本应该就不能在三庄工作了。如果再在这工作，出事谁管？别说那些道貌岸然的话啊！老五本来就游手好闲，你往山庄整，是你为了照顾他，可怜的照顾的行，你可以扶贫呢，可以给他钱花呀，对不对？他来到山庄，为什么让老刘走？你可以让老刘干点别的，烧锅炉，不行吗？邵小峰，你别往那拍桌瞪眼的，我就把他撕了，能咋的？干啥呀？男人生气是本能，能把脾气压回去那是本事。对，你再说句人话啊。
可我没那个本事。不是，不是说话，我干啥去？我说话，你怎么老他妈动什么手呢？你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不还手，我不上没有张叔，我就怕你。我告诉你，来来来来，脑瓜一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来，你看看，这事是我定的吧？这是李副董事长亲自签的字，你找他去吧。你行啊你啊，先斩后奏是吧？脑瓜你开，等着。哎呀，哎呀呀，妈呀，哎呀妈呀！你啥的啊？你慢点，哎呀！我都挺慢的了，那他也我也不是那啥，哎呀，就这点教训的，我哪？哎呀妈呀！哎呀，我都不敢给你，我不敢给你碰啊，都。儿子。嗯。他咋说的那头啊？我刚才跟小蒙他也说吵吵起来了。你吵吵啥呀？吵吵就对了。不管咋地，那你打我爹肯定不对呀。那的那是。我孙子孙女，那你现在领不回来，怎么领不回来呢？爹，你就别得理不饶人了，行不行？那你刚才说啥话了？你不知道吗？什么？我得理不饶人？我说啥了？我什么我都没说呀。那你没说小蒙跟清明不清不楚的？我那是当时那情急之下说秃噜嘴了，那算个啥呀？那怎么那还算个啥？你能不能轻点？你那是说秃噜嘴了，你就再情急之下，你也不能想啥说啥呀。你那当老光棍的，能说儿媳妇那话？看见没有？这可算逮着我点理了，跟我俩就喊上了。我就再说错，他也不应该搁板桥拍我吧？你冲着人王老七了，能不拍你吗？冲着谁？他不得讲理吗？有理说理呗。我错了，我给你赔礼道歉，你不至于打我吧？我就说你这点罪遭的，你说你多冤枉？不冤枉，放心。破嘴，没事儿，你就记住，他不能白打我。碰我，哼，不是，那你那意思就孩子你就要不回来了呗？那你现在这种情况咋要啊？行，我也看出来了，我不用你，你用你也不好使，你不是那个，我不用你都好了的，我带警察去，你看着王老七，我不让他蹲小号都怪了。爹，你就别逼我了，行不行？我都啥样了，我现在呀？你委屈啊？我告诉你，谢永强，我就不想说你。谁要是把我爹打了，你试试，我玩命我都跟他干。那你想咋的？那你我就跟小蒙离婚呗，以后跟老王就不联系得了呗。也不是不可，这样儿媳妇要的有什么用啊？纵容他爹打我呀？看着没有？就是你儿子，算了，我是挺不上了。哎呀！抓到你了！等一下啊，妈妈接个电话。秀儿，妈有个事儿要必须跟你说啊，你知道不？这个大果呀，他都要疯了，他竟然给我下跪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快跟妈说，你这孩子你啥时候送回来呀？妈，你跟大果说一下，等我想好了，我就会联系他的。你是不是就这么打算强行把孩子留在你身边啊？那我就是不想跟我儿子分开，我们就想跟他在一起。孩子是你亲生的。可是那大果也是他亲生的爹呀，还有啊，大果喝多的时候，他说了好多话。他告诉我，他说他心里啊根本就没有放下你，还有你呢。秀，你看，你能不能为了孩子考虑考虑，有没有可能你俩再重新组合呢？妈，我跟大果的事儿以后再说吧。我跟孩子挺好的，你放心吧啊。嗯，有空再打电话。妈妈，你追我啊！我那个住这屋吧？不，我想进去看看去。啊，应该能随便看吗？这地方啊，不能随便看。这，你俩不知道我是干啥的是吧？不知道。就压根不认识我是不是？不认识。啊，这事儿不怪你俩啊，这是山庄上层的事儿啊。那有必要我给你俩做一下自我介绍。我是象牙山温泉度假村新聘请来的总顾问。我姓刘啊，顾问，咱山庄没听说啥顾问呢。你编也找个合适的理由啊。什么理由啊？编的像点呗。
这说话怎么这不好听的呢？你这看看能怎么的呢？你说不能随便看，要我叫保安了。干啥？叫保安了。叫保安干啥？你整那么大这干啥？先不用，我也不看了啊！你俩该工作工作。哎呀，你说我来山庄，你说这么大个事儿，就连员工不知道。哎呀，这啥玩意儿？这咋这样式儿呢？真有意思，还顾问呢，还顾问呢，真是。喂，小双啊，你上次委托我办那个事儿啊，已经办好了，你就放心吧啊。太好了，感谢你啊，张总监。哎呀，不用谢，我愿意为你效劳。有事你就说话啊。那我赶紧打电话通知他们，谢谢啊。哎，喂，喂，哪次挂这么快？哎，那锁门了呢？李副董事长不在吗？没在呀。这你来干啥来了？哎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呢？什么叫你干啥来了？我跟你说，我介绍一下，我现在是象牙山温泉度假村的总顾问，啥事儿都得问。我这来找那个李副董事长啊，就是向他问一问，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着解决的。这没人跟咱说呀。啊，不对吧，咱员工群里没发吗？没发呀。放心吧，今天晚上你就知道了我到底是干啥的了啊。但是呢，在你没知道之前，我也要告诉你，我就是顾问啊。另外我得批评你说话呀，太没礼貌了啊。什么叫你干啥来了？就凭我这岁数吧，是不是？我就站在你面前，你得说个您吧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态度，你说你在一个岗位上，你来几年了，山庄？我3-4年了。我妈呀！你能干到现在，我也真是，这领导真挺有包容心的。我告诉你，你不管是对谁，你得学会微笑，是不是？再说你穿这衣服，你看你这衣服也不行啊，这衣服啊，上半身吧看着穿着还行，下边，你说你整个这家的。银光闪闪的高跟鞋干啥呢？放电呢？你在这儿啊？不是，我这身是张总监批准的。张忠维啊？啊。他咋？他话就圣旨啊？啊，他的话永远是真理啊，这不教条主义吗？行，我回去换一身服务员衣服。你换啥衣服也没用，你得换态度。首先，我跟你说，要是我在山庄当总经理的时候，就你这态度，我早把你开了。切，你们那个谁，那小李那时候在这儿，那跟你一点也不一样，那可会说话了。行，你这样吧，我也不说你了，你年轻啊，这个呢，我也不跟你一般见识，但是我要教教你，教教你学会说话，要学会微笑啊。你那啥，你微笑一下。哼，那是微笑吗？那不是冷笑吗？孩子，微笑。嘴角往上扬，再扬，使劲扬。哎呦我天哪，那咋跟中风了似的呢？你说你，行了行了，你啥也别说了。你现在我咋教你都没用，自己回去慢慢体会去吧啊！你现在就回家，或者是回你寝室对镜子好好慢慢练啊，修炼去吧，赶紧吧。哎呀，我这啥时候啊，还请我个顾问？兄弟们啊，我今天教你们习武啊，我那炸还记得不？记得。对，啊，首先啊，双手齐腰来，跨立，那不对啊，收紧臀部，深蹲，屏住呼吸，炸，拉开，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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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哈哈哈哈，挺有意思。刘叔来了，训练了是吧？啊。兄弟们啊，向你们隆重介绍一下站在你面前的这位老先生，他呢是三湾山庄以前的领导，曾经呢很辉煌，现在吧就现在在您眼里我啥也不是了，是吧？是，至少公主你是这么认为啊。我跟你说，你们不知道不了解啊，那没关系，我现在重新介绍一下。我呢，现在受象牙山温泉度假村正式的邀请，回来担任咱们单位的高级顾问。
刚才练的这啥呀？习武呢，炸！哦，那你不过来，呼，哈，呼哈，这炸你不以为你斗地主？四个二俩王似的，有气势。那个，我觉得呀，你们在继承这个和发扬传统这方面还欠缺。老山庄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你个大个宋晓峰，你们刚进来那，就你们那批人，我怎么训练你们的？啊，记不记得？忘了。忘了。啊，仔细想想。啊，依稀吧，记得一点。谁是依稀啊？啊，不是，依稀没在这儿，那有个黑龙江鸡西的。那我开涮了，是不是？反正这怪我逗你玩的，问你依稀在哪儿呢？鸡西和依稀我还分不清啊。鸡西是黑龙江的一个城市，依稀就是仿佛、大概、似曾、好像那么个意思。依稀解释对不对？对。跟你说，对传统这方面你们就太缺乏这个传承了啊！记着，啊，当时训练你们，啊。跑步，跑步时候喊口号，记不记着？必须的必，我们很年轻，必须的必，我们很年轻，我们很直溜，我们就像着糊涂的太阳。欧了。你这一下把我节奏给整乱了，人是我们就像早晨红红的大日头。那不对，太真的，那不在天牌上。你看啊，我跟你说一下啊，必须的必，我们很年轻，我们很直溜，我们就像日头。你看，欧了，哎呀妈呀，听着像芋头啊。你别这样想，我估计张雷他肯定这么做，他有他的道理。人家身体好好的，能干就干呗。另外，捡垃圾那个也不是啥累活。不止一次跟我来说，小峰啊，我退休以后你就让我在山庄继续工作吧，就是花花草草的，我挺愿意搁这待的。我就寻行，我答应好好的，我说谁叔，你就老老实实你就给我待着吧，就这玩意儿，说给你辞就给你辞了。以后我说这事儿你就别跟着掺和，以后就听他的。我凭啥听他的啊？你凭啥听他的？人学历高，能力强，现在职位也比你大，那你不听人家的，你还让人家听你的啊？哎呀，对。他职位高，权力大，方方面面都比我高，将来血压、血糖还得比我高呢。啊，我这啥也不是啊，我这也不是大学生，又不是导师，跟人家没有可比性，是不是？一个农村人，土老帽呗，看不上我了，是不是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就事论事嘛，咱俩就说这个事儿呢。你说你怎么扯那儿去了呀？说哪个事儿啊？你老公在外边让人气够呛，回来到家了不知道安慰，帮着外人啊，又给我一顿气。苏金莲，你是咋想的呀？啊，他是个道貌岸然的玩意儿，你知不知道？哎呦，我都不想跟你说话了，我都无语了。你无语，我还无欲呢，我没有食欲，饭不吃了。你不吃干啥去？气饱了，我喝鸡巴疯了我。喂，张总监呐，啊，那什么，那个，我现在在办公室呢，我等会儿过去当面跟你说吧，啊。哎呀，这咋的，小李？现在有事还背着我了是吧？嗯，不是刘总，我这个文件吧，得让他边看边说，电话里讲不清楚。那啥事儿啊？这电话解决不了啊！这家一看我来了，还要亲自去说呢啊！刘总，你想多了。我跟你说，小李啊。你呢是我的老部下啊，我觉得你现在有点变了，啊，现在有点对我这老领导态度跟以前不一样。刘总，这你可冤枉我了啊！我是那种不知恩图报的人吗？说句心里话啊，我在山庄风风雨雨啊，坎坎坷坷多少年。说心里话，我是个老江湖了啊，我现在我要给你提出的意见，那是相当宝贵的。主要刘总这事儿最后你也拍不了板，你还得人家张总监拍板呢。啊，那行了，那这样，那你拿弄拍板的人赶紧拍板去吧啊！我不看了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了。
刘总，麻烦您过目一下。不过目，我不看，这事跟我没关系啊。你看你刘总，我也没说什么，你说让你看也不对，不让你看也不对，那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什么态度啊？什么态度？你这是？当年我带你的时候，我是这态度吗？我是这么对待你们的吗？刘总，从我大哥那儿论吧，我得管你叫声姐夫。但我今天真有事儿，这个方案吧，今天要是过了，我晚上就得起合同了。说的都没用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我现在是山庄的总顾问。我要不问，我要不看，啥合同签了都不好使。那你到时候看呢？不看了，没心情了，不想干了，现在。行，刘总，这么的，今天我也什么事儿不办了，我哪儿也不去了，咱俩就好好谈一谈。一呢，谈一谈这方案能不能过；二来呢，咱俩叙叙旧，讲一讲当年你是怎么栽培我的，行不，刘总？你看你这就对了嘛，你是。你这人和人之间呢，就是这温暖呢和态度这很重要，是不是？你这样吧，先别看了，那个晚上你约几个人啊，咱坐下来喝点小酒，叙叙旧，好好聊聊，行不？必须的，刘总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这我也不看了，你赶紧给他们拿去吧，去吧。啊，那行，刘总，哎，你别生气啊。是，生啥气呀？哎呀，主要就是态度。就得让他知道我这顾问的重要性。这该死的张红，最有事别来。大哥，这怎么气呼呼的呢？让宋金莲和张东维把我气的。怎么给你气了又啊？走，边走边说吧。行，正好我也想跟你说说刘总的事儿。走走。就你俩上班呢？高楠没来啊？咋的了，哥？你找高楠有事吗？哎呀，没啥事，找你人家。那个，你帮哥看看那个，这支付宝里那钱怎么往出取啊？这支付宝啊？啊。这赵董事长，赵董事长，他支付宝整的比我好。咋了，孙哥？你帮我看看，就是我那个支付宝里的钱怎么能取出来的？啊，我教你啊。啊。你想提钱是不是？啊。啊。咱们卖家收入的钱啊，都到那个支付宝账户里面了。就他们买完东西就都进这里头了。对，在那个支付宝余额里面，点这个，然后就能看到你的余额。看着没？你现在这里面有1000多块钱呢。这么多钱呢？啊？哟，顺子哥，你这卖筐没少挣啊，1000多块钱呢。干活吧，不光是卖筐的钱。顺子哥，你这小花卖的真挺好的，而且评价还特别好呢。真的啊？啊，搁哪能看到那个评价呀？我教你啊，你点这个，然后那个你往下拉，看着没？你看大伙都说你这小筐经济实惠还环保。哎，这么说我得多编点啊。那可不，这以后销量要是大了，你还真得多找几个人来一起编呢，要不然忙不过来。哎。你说我要多找人编，我是不是就成老板了？对呗，你可以直接开公司了。太好，叫啥名儿呢？我跟你说，哥，你这公司叫啥？你就叫编筐公司，又能编又能筐，是吧？你好好记，你别给人记差了。你差不了。顺子哥，我教你啊，我告诉你怎么用这个支付宝。以后啊，你就是买东西，在网上买东西都可以不用带现金了，你就直接扫码就行，特别方便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就点这个，你想买什么？嫂子来了啊！咋的？哇，这大热的天儿，你俩离那么近，哎呀，也不怕起热痱子啊？我呀，我这个电话整不明白，让妹子帮我看看。完事。起来，你有个眼力见儿去。哎呀，嫂子，你千万别误会，就是顺子哥吧，他不会用支付宝，让我教教他。真没有别的事儿，你千万别多想。不能不能，整啥支付宝啊？里边的钱取不出来，我让妹子帮我看一看。看啥？钱。什么钱？拿钱干啥？买衣服。给谁买衣服呀？
给你买衣服，我衣服够穿了。你好，这话说的，我来了你给我买衣服，我要不来呀，哼，你说让给谁买衣服呢啊？还是你嫂子，人刚才顺哥说了，人给你买衣服。啊，给我买衣服？那我能骗你吗？啊，嗯，哪来的钱呢？呀，你顺子哥可有钱，那卖筐没少挣。哦，那多少钱呢？三百。一千多。三百吗？你咋看着一千呢？啊，三百。哦，哪来那么多钱呢？就编筐的钱呢。编筐的钱？啥时候编呢？我咋不知道呢？你睡觉前我就编呗。哎呀，你可真能编呐！啊，边框钱，那你为啥不给我呢？这不寻思买完衣服剩下钱就给你，给你个惊喜吗？啊，给我个惊喜，完就来跟他学习来了呗。不会整，取不出来那钱，买不着，我就寻思让妹子教教我。啊，还没整出来这钱呢。啊，那行，那你先不用学了，一会儿咱俩回家，咱俩得研究研究，这钱到底是三百呀，还是一千呢？还是一千三呢，是吧？你别搁这杵着了，回去吧。妹妹，说句心里话，你长得呀是真好看。哎呀，真招人啊！那你忙吧啊，我走了。哎，慢走，嫂子。你说我刚才是不是说错话了？可不是咋的，你怎么这么看不出来眉眼高低呢？你没看出来啊？这差点都把我给误会了。我看呢，以后我得离顺子哥远点。你说这顺子哥咋这么怕嫂子呢？非也，这不是怕，这是爱呀、啊。生不生气？你说。哎呀，你也真是的！你说你工作上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？你说你回家跟人青莲发什么火？关键他不理解我，他像那外人。大哥，说实话，就老刘头这个事儿啊，我觉得你已经尽力了。他真是仗着跟你关系好，他是真不干活啊，还穷横穷横的。要不是这么多年你维护他，早就被解雇了。你也气我是不是？不是大哥，你不得面对现实吗？他确实是岁数大了，那现在让他回家不挺好的吗？那你张宗维，你进个人就进个人，你为啥要开除个人干啥玩意儿啊？你就当他是为了讨好杜小双，这不也是可以理解的吗？你就别太较真了啊！拉倒吧，理解理解啥呀？他纯是以权谋私，我得给我进出不去，出不去你就咽了。再有那个刘总现在到底是管啥的呀？那是不是管的有点太多了？不是，他是抑郁症前兆。我怕他真得抑郁症了，他真得抑郁症，后半生我姐咋办呢？我没招了，我给他整山庄了，让他有点事儿干，他有存在感，让他开开心心的，就别得抑郁症就行，就这么回事儿。你呀也别和他对着干，顺他点儿。你没看我这么一直都叫他刘总的吗？当年他当老总的时候是怎么对我的？你三弟是那忘恩负义的人吗？那就好。哎，李副董事长好。呀，刘叔来了。坐，刘叔。嗯，坐。哎呀，有啥事啊，刘叔？那个，最好别叫我刘叔啊，应该叫我刘顾问。你看，刚才我一进来，我说这个李副董事长好，你看，就得这么称谓互相啊，工作嘛。那行，刘顾问。来啥事儿啊？啥事儿？今天呢，这个可以说山庄呢，我这个不管是大环境、小角落，我都转了转，转了转，哎，挺欣慰啊！看得出来啊，这个在你的带领之下呀，这个企业呀、啊、取得了骄人的战绩，可以说是蒸蒸日上啊！啊，太好，过奖了。嗯，但是呢，这个也发现了一点问题，需要。向你请示，向你汇报，也需要你给我解释一下。啥事儿？你说，刘问。就是啥呢？就是我感觉吧，现在山庄这人呐，这换的太勤了，换的太多了，我都不认识了。
我这去哪个部门，哪个部门的都不认识我，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啊，这个你得召开一次会议啊，就让我正式亮一下相，你跟大伙介绍介绍，我是顾问。因为这个事儿开个会、啊。对呀，你不开不行啊！你我跟你说啊，我去那个灶房，我先看看卫生是吧？然后去客房部啊，去这个销售部啊，人家全把我撵出来了。所以说这事儿你非常有必要，就你为我要开一次这个推介会啊。推介会。对，把我啪推出去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推介会。刘顾问，其实吧，有时候我去下面那些部门，他们也不认识我，也撵我，我觉得这正常。那怎么可能呢？开玩笑吧。想当年我在山庄的时候，那保洁阿姨跟我都嘎嘎熟啊，经常我们还开玩笑呢。你这会非常有必要，啥也别说了，就这么定了，这会一定得开，行没有？啊，那行，开一个吧。那行，那你就啥问题，你该忙啥忙啥去吧，啊，去。啊！我忙啥去？那事儿不多了吗？那你说你这山庄的保安这块的工作多重要啊！再说小峰一个人能忙得过来吗？你快去！哎妈呀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李总，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忘了，我你说我这一进到这环境吧，我就感觉仿佛就是。还以为山庄总经理呢，那六年前的事儿了。你说这扯不扯？那啥也别说了啊，我就努力工作，你放心，一定把这顾问当好啊。那慢走，刘叔。别叫刘叔，刘顾问啊。慢走，刘顾问。再见，拜拜，李副董事长。我会努力的啊。哎呀。幸亏反应过来了，我差点出去站岗去。英平，高南，你找我？啊，我有点事想求你。进屋说吧。不用了，在这说吧。我这个电脑系统好像出了点问题，我身边也没有朋友懂这个的，你能不能帮我看看？系统出问题了。嗯，没事，我做完以后给你送过去。行，那就放你这，我先回去了。行，拜拜。拜拜。谢谢啊。太客气了。妈，那香秀来信没？来信了，来了。啊。嗯。你咋说的？啥时候把孩子给我送过来？他说他在沈阳呢，把孩子整沈阳去了，还说要带孩子玩几天。过些日子再回来，得玩几天。嗯，他用哪个电话给你打的？他用的就我给你那个号啊。那老关机。你看，就这号，看见没？那你咋能打通？我一打就关机。不是他给我打，不是我给他打。妈，你用你电话给他打，他一看你号，他能接。那试试吧，每次都打给我，啊、我打也不通。哎呀，还关机？那怎么我一在这打电话就关机是啥意思啊？哎呀，没准是没电了。这都几天了，你说一点信儿也没有，咋想的呢？妈，不行我就报警了。哎呀妈呀，你报啥警啊？啊，他是孩子亲妈，他又不是个人贩子，这自己的家务事，你说你报了警了那？不嫌寒碜呀？那万一警察来了，因为别的事儿，真给他定个什么罪，你觉得好啊？我就不信我找不着他，警察还找不着他吗？你再给妈个面子，行不？等他要是给我来信了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现在要报警呢，让他重视起来，好吗？那也行，我再等他几天，妈你也联系他，如果再联系不上他，那我肯定报警。上升起一弯月牙。
呀弯弯，正把那个月光洒。啊，人都管月牙叫月老，月老儿转吧转吧那个红线儿扎，红线儿扎紧两颗心，两颗心为啥就不在那个一疙瘩呀？啊啊啊！夜深了，月牙出来了，月圆了，心儿更亮了。今晚夜深人不静，都等着月圆，月圆进咱家吧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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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